先把咱个看本文一下吼，啊，卡过来解释这个杂音安尼哈。因为已经内容吼是结讲初观色受想行识定五蕴，就是得到啥呢？戒定五蕴，等于得到戒蕴、持戒蕴、定蕴、慧蕴，加这个解脱蕴安尼。吼、哦。啊，即嘛来下面咧讲，处观三界因果，得空忍、无相忍、甲无观三忍，安尼，安尼较生前足前生法。哦，啊来呢，即嘛即个先解释一下，什么叫做空忍？第六空忍，哦，即嘛写伫乌邦啊啦哈，第六空忍，第七就是无观忍，第八无相忍，安尼。那么这个空无相无无关吼，无关我定义叫做无作啊。这个就是三三昧啦哈，对吼，恁会记着嘛？迄、那个三三昧。但是即马我照这个内容甲咱解哈，照这个内容，那照不照这段内容吼？伊讲空忍对啥呢？观三界苦果无有实体，安尼。三界苦果是甚物？就是生老病死六道轮回，吼、哦，就是以生死苦体，迄、那个苦是空寂性的，安尼，实在无啦。但无来甲讲吼，毋过若按照这个，迄、那个课上呢，伊讲迷是明明有六处，甲何空空无大千，对吼、哦。应该现讲，伊是讲安尼。你要甲讲空，唔过以凡夫来甲讲实在苦，听好无？譬如讲咱卖甲讲什么啦吼，人生有真济无可奈何的啊，应该大家知影嘛。破病苦呢，这是真正呢。吼、哦，啊贫穷有哪苦呢？互人误解有哪苦呢？但是事实讲吼。第六道轮回内底有哦，但是你若是出世的水准境界，第三回呢，就是三界苦果无实体啊，一切皆空寂性的，这个叫做啥？叫做空忍嘛呢？就是讲空三界诸法的这个对待吼，啊，甲一切佛，事实讲无实在安尼，安尼这个叫做空忍啦吼。那么第七叫做无观忍哦。无缘忍是甚物呢？参照是计讲苦果，那么即马即个是计讲苦因啦。第二条计讲苦因，因为苦因就是啥？即、這个集体，集体内底人吼，迄、那个内底是讲三界的苦因就是集体哦。但是即、這个事实讲，迄、那个集体的作业藏在第八识阿赖耶识。这个污染色来对这个集因吼，事实讲我那无色啊。那是有色的话，凡夫就归凡夫，圣人归圣人，咱无法当成圣人。所以，迄个集体来对这个业因吼，就是造业迄个业因无实在，你一定爱了解这个。所以，这个叫做无缘忍嘛呢。那么，这个地地叫做无相忍，就讲叫咱观三界因果之法皆空。三界因果哦，就是头前这个空忍，这个吼、哦、三界苦果，吼、哦、啊，加这个三界的苦因，这个因果内底无一个实在。如果那是实在，咱永远袂变啊。那么这个叫做无相忍安尼，吼、哦。那么搁在下面这个吼、哦，伊即马你搁看经文内底，伊去讲安尼吼，讲处观。二体即假即实，自世俗法，色界无常，确得无常忍。吼、哦，自性而法界空，确得无性。头是无常忍，第二叫做无性忍安尼。那么，什么叫做无常忍？好、哦、来，咱即马看乌邦吼。迄、哦那个无常忍第三份呢，就讲观即个世俗的境界。对，咱今日咱记住即个世俗境界啦，咱今日即段。这个世间的法，世间法来对人哦，一切有为的法，拢总是虚幻，不是安尼。所以你这么甲看，对一人是真呢？
无咧。唔捌的人较去争取啦，捌的人吼，知影唔免钱，未钱一啦。啊，那唔捌的人较钱加头破。哦，所以现在这是讲那个一切拢虚幻无常变化，哦，真急速的变化。总统一任四年，已经八任掉啊。当初较去清楚要竞选尔，即马已经过啊。安尼有紧了无？有够紧的紧的。所以孔夫子讲：“富贵无我如浮云呐。”迄个叫做无常多变。所以世间法都形成白云冲高嘛，那就去虚空中迄个云啦，结变真紧，爱了解无？所以今仔日那是佛法已经证佛法的人吼，合解未去含能争取世间的这个名闻利用，哦，名声啦、官位啦、吼、哦、金钱啦，未去安尼，因为一切法俗法来讲，这个俗体吼、哦、是缘起法，事实讲无讲是真实的。所以叫做无常多变，这个叫做啥？叫做无常印。那么什么叫做无常印呢？就讲观真体、空体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无为法的真理哦，迄、那个叫做无性法印安尼。安尼咱就知影呢，本来就无诸念不生，吼、哦，因为这个念头会生吼、哦，这个是业识的问题，但是迄个无性法袂乌白起心动念。所以这句话吼，就是以真空之理，本来无性灭故，了解这个无性法，诸法本空，本来无性无灭安尼。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才是真相不变之道。那么你若会当开悟这个，它叫做得无性法印安尼。所以这句话伫十音中到后壁，就是要甲咱促成着咱将来开悟。开悟啥呢？迄个入十性位的第一条。就是正无生法，迄、那个叫做见道位。所以这头就法义上是跟咱讲重要的即句，因为你头前观五蕴皆空，搁再来皆三界，即、這个因果皆空，即嘛皆观俗体皆空，即嘛就正无生法。好安尼，即嘛即个重要是皆讲安尼。所以即个十忍，吼、哦，十忍就是由十回向心发起十忍心的。哦、所以这是忍是稳固哈，会记着呐。忍是稳固意思哦。哦，所以这个会记着呐。所以讲这个后边，他讲诸性义法皆空啊，搁你有为无为，拢总是空理嘛，空即性嘛。安尼了解吼、哦，咱伫迄条歌内底，你唔知有印象无？敢无印象？大千界即灭理。宋在那个宋别那条里面，我们有说到那个这句话吗？有为无为齁，统统是空寂性的。你们结唱的歌，不知道有去跟思维有没有，思维那个内容。齁、哦、所以真里面说，诸性义法皆空，才可以得无常。所以这十忍，菩萨讲法众生，他做专论圣王，到这个水准就会当了齁。所以现在在讲一切法界空，不处为菩萨作转轮王，会当讲法利一切众生。但是这个转轮王吼，应该这个时间会当做替轮王了，合解哈？吼、哦，但是这个转轮王有四种啦吼，种叫做金轮王。以前来这是写观察四天下，那安尼来个讲吼，这个观察四天下。即句在伊本文内底是无讲到伊做金轮王管辖四天下啦，但是真内底太虚大师甲讲管辖四天下，那安尼的话啦，就是做金轮王。这个四天下就是计讲东胜神州、西牛河州、南瞻部州、甲北固罗州安尼四项，就是苏米山的这个四面，对吼？南瞻部洲的人寿进目前是75岁，北固罗州的寿命是1000岁，啊，这个叫西牛河州，吼、哦，啊，甲这东胜神州现时伊的这个百姓吼，是拢总差不多300岁安尼，吼、哦，但是今仔日合计啦吼，
这个金轮献王是观世天啦，已经写的是写安尼啦哈。啊，那是迄个叫金轮王是观三天下，啊，当轮王是观二天下，两个天下。啊，那铁轮王是观一天下呢。啊，南瞻部洲是讲咱这个地球哈，咱这个地球叫做南瞻部洲。哈、哦，所以伊卡进来底卡讲，会当光化你一切众生安尼。但是这要有这个水准啊，修习回向跟起始人心的这个菩萨啊，三明菩萨的最高境界嘛，他会当安尼，伊会当出去做金轮王安尼。现在对伊，但伊的看法是做金轮王。但是我即马还有一个资料哈、这个菩萨的未来的伊对出世，伊有迄个水准的对出世，我正认真哈，这个个十地菩萨这内容啦讲了哈。我会当搁再摕一寡资料，甲咱做说明。说明什么呢？譬如讲吼，这个《华严经》有讲到十地菩萨，伊报身伫对一只，假报伫对一只，《华严经》吼，啊，搁再有这个个《华严经》所另外啊，搁有一个。十地假性，这个灵性，这个十地讲了他的说明。吼、哦，有的是出世做脱离天，有的出世做阎摩天，有的出世做四天王天，伫个所在去通合通合众生安尼，迄灵性个个补充。所以伊这段是去讲是回向心的这个菩萨位吼，伊拄啊会当出世做专门圣王安尼。吼、哦，但是下级真哈注意。咱即马听闻佛法，听闻这经法了吼，你一定爱第一咯。虽然今日阿未修到十回向心啦吼，但是迄个戒忍、定忍、慧忍哦，叫咱前日参多阿邦下呢，你家己思维，家己本身有那爱先求出来，家己先学出来。吼、哦，总是那无戒忍、无定忍的话，咱嘛是搁作业啊。吼、哦，啊你若唔知因果的话，你嘛是搁作业。安尼对咱本身来讲呢，到时间搞一个有报应的呢，有个有果报出来啊。虽然因果无实啦哈，参照计讲的嘛，因果虽然无实哦，但是伫咱凡夫的这个界地内底吼，苦真正苦，我咧讲真正苦。吼、哦，所以伫世间法内底，世间的这个业报体来讲吼，真正苦。哦，虽然咱讲过的，种这个无关的讲三界的这个苦因，拢总是空，不过未是明明有乐处啊。就你有觉悟，他才讲一切因果皆空哦。喙齿痛真艰苦，喙齿痛不是病，但喙齿痛真艰苦，这是事实的代志。但迄个酸的就，迄、那个酸啦，喙齿个酸就艰苦啊。火气个热，喙齿安尼反痛起来就足艰苦啊。眉眉困结，迄、那个神经安尼抽安尼抽。啊，得去哦，起科，安尼家己头迄个神经起来，你迄个神经听较会好起安尼，吼、哦。啊，你别讲假吗？袂使咧，你别讲假，无苦人开自杀。感情袂拄好，感情袂拄好是苦是毋是？咱伫旁观的人讲啊，迄靠啥呢？人要唔爱咱，就放互煞煞去啊。但是人迄个人，伊就伫执着的中间，伊就看袂开，就跳楼自杀。迄真正在伊当事人是真苦，在咱旁观的人家看讲，迄无算啥嘛。大丈夫何患无妻？吼、哦，有吼有安尼讲吼。但是人伊就执着掉咧咧，你唔爱我，我就甲你杀呀。啊，杀杀，佮佮自杀啦，同归于尽啦。迄就是迄个心境拍袂开的苦，要了解哈。所以今仔日，咱明义知影哦，就是这个十忍的中间一定有相当的水准，较有十忍，十忍的水准较有滴咧，所以较含这个十回向有相关。哦，修十回向要有水准，一定要先起十忍心啦，安尼。这个内容是个说明安尼哈，一定要先起十忍心。哦，啊，佮观三界咧，啊，观这个个俗体咧，观这个空体咧，哈、哦，迄、那个稳固。无生法忍就是正无生法，已经稳固无变，叫做无生法忍安尼。好，好，咱即马阁看过下面迄段安尼。好，
福处信任菩萨为欢喜地二果地发功地啊，令断三种色烦恼棒。那么来行树立法，布施爱意利行动书，修树无良心，住无良心，比无良心，喜无良心，舍无良心，古树宏观，断诸颠颠盖，上化众生，修佛地见，生无上觉，住三界三脱门，空解脱门、无常解脱门、甲无缘解脱门，处是菩萨摩诃萨将初发心，弃一切地诸行根本，利益安乐一切众生。那么这个信任呢？咱头前遐有讲到这福音为点着，七十八下头前遐，七十八，即卖来福音就是实信。十住十信者嘛吼，十信十住，直直讲，讲大家这个个十回用为这个叫做福音嘛呢。好，那么今仔日你讲的这个信任，啊怎样吼？好，这个信任哈，咱今麦来个看这个内容。咱即马来甲看哈，即是信任。咱经济唔到写着五任无无，内容讲写着。您看卖啊？因为福任来就是信任，来就是顺任、无生任、甲即别任。即是信任就是啥呢？随顺不疑。那么随顺不疑就讲初地、二地、三地菩萨吼，得无漏的即个信心，即、这个叫做信任嘛呢？无漏的信心，因为已经证无生法了嘛，所以这个是个说明安尼哈。那么再来看哈，这个内容照伊的内容来跟咱做解说。因为这个忍的基准就是坚固、稳定、稳固不定，因为这个初地菩萨哈。正无生法，这个有甲咱做说明过，伫这个个无生位吼，迄卡叫做见道位安尼。初地开悟自性叫做见道位，上半期叫做见道，下半期就是叫做修道位。修道一个爱修道，就是修布施道。迄个就是初地菩萨修布施道啦哈。那么二地呢？这头前拢有讲过啊，哈，头前还有讲过啊。初地菩萨因为见道开悟，他叫做欢喜地，那么二地菩萨修戒行为主，他叫做离果地。头前有讲过，那么这个三地菩萨叫做发功地，就是修忍辱道为主安尼。因为这个所在爱修十道啦，哈，爱修十道，那么这个就是。咱即马搁来看哈，初信任，初二三地，方可圆满啦。这个信任哦，得三地菩萨才当圆满，因为正初地以后哦，叫做正信啦。因为这里是正嘛，叫做正信，所以将初发心加初地菩萨，就是第一个阿正期安尼。有吼，这最过去拢有讲过啊哈。爱经过几分，经过七万五千分啦。那无现夹一减呢，就一千分啦。那有够紧的嘛吼，七万五千分，一个七万几分，七万六千吼。安尼拄啊，一代阿净期对释迦牟尼佛，咱本师释迦牟尼佛对初发心开始，到初地正开悟无生法，都七万五千分安尼。足紧嘞吼，啊，不过人已经以成佛，成佛几遍啊，八成熟啊嘛，来哈，所以伫这个一期中，寻求正知无漏的根本无分别地，迄、那个根本无分别地，讲众生平等平等啦哈，
六道众生迄个根本无分别，伫就是迄个无生，迄、那个智慧实相安尼，迄、那个叫做根本无分别地哈。迄咱前日有讲过啊，香港咱是凡夫啦，咱是凡夫吼，咱阿个最初就是讲阿个无分别地安尼，好歹唔办，迄、那个叫做无分别地哦。但是当你证无生法印，迄个有那叫做开悟无分别的地。那么这段就是啥？就是众生平等，平等无分别啦。迄、那个是无共哈。第一遍的结果凡夫无分别，就讲唔知影好歹，迄、那个叫做无分别，唔知影邪正，唔知影是非，迄、那个众生无分别地。对啊对，唔对啊对。啊，有时阵对，伊个当作唔对；啊，唔对个当作对。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就凡夫的种迷痴啦，迄、那个叫做无分别地。但是开悟有讲，你顺住来正教，就是修十住、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。甲开悟无生法，迄、那个众生同一体性的无分别地安尼，安尼就无同哈。爱注意这点哦，这点是较重要哈。但是这个他讲初地，就是基础地，会当正得相信安尼，相信的信任啦，讲无变哈、哦。所以地就是你本身哦，最首先啦吼，要会当开悟到这啦，第一就爱相求佛道。你若无相求佛道吼，你唔知佛法安怎样修，唔知佛法安怎修，地你袂当自度，因为下面讲个讲法众生的咧。你本身一定爱相求佛道，搁在不断的下化众生，这两项工作就是，咱去讲迄个啥货呢？迄、那个第一自度，第二度他嘛，知影无？迄、那个相求佛道，他会当自度。今仔日你若要妄学啦，讲乌白恶啦，恶恶的到尾，我甲你讲，你无袂当得到啥物。你搁再乎你经过几万劫吼，你都袂当得到法，得到迄个见道位的法。所以你一定爱顺住来正教来去修学，吼、哦、来去学啦。学安怎学呢？第一，你来看大藏经，因为佛陀是佛法，就是成佛的法，啊，佛陀就是佛陀讲出来法安尼。所以你一定爱照这个佛陀。佛道的佛法哈，来去进修安尼，来去求啦，来去学。但本身若是看大藏经都看无，那么你今仔日若是幸运，遇到一个有研究的，真真正正捌这个佛法的，你就爱好好啊来去学安尼。但是今仔日已经有学出来的人，已经会学啊，但是伊知伊唔是干那学要求家己解脱尔，一定爱度众生同解脱，因为众生同一是相嘛。无度众生袂使，所以下面即句较叫讲讲化众生安尼。你把只学了那捌啦，你袂使无下面即句。这两项叫做彼此相问啦。第一，智慧就是一定爱相求佛道，吼、哦、啊，彼就是爱讲度众生，唔当想家己想家己对，啊家己好就好，安尼袂使哈。那么忍忍就是啥？会当决定的意思，所以即个温故会当决定，吼、哦、袂变啦哈。哦所以不变退啦，所以迄个忍就是不变，稳固不变，坚固不变，迄、那个叫做无生法忍，就开悟后就未变啦安尼。开悟迄个平等无生性，迄、那个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迄个物件，迄、那个叫做法相，也叫做法性，开悟迄、那个，吼、哦。那么这个信，即卖以太乙大师讲，这个信呢？因为信任的信哈，对啥呢？心情为信啦哈。但是十一善之首，安、怎叫做十一善呢？这个注意搁再说明一下。这个十一善，伊是叫指啥物咧？指这个唯识和善十一。恁有看过有无？别发明文来对这个善十一哈。善十一的第一条叫做信。我即马念一下哈。这个信字就讲十一点，先十一点中间信啦、啊、精进啦、啊、惭愧、无贪、无嗔、无痴，啊，勤安、不妄业、行舍、甲不害安尼。但是这个先十一点第一条的信吼、哦，我即马简单甲诸位讲一下哈。这个信就讲信仰，第二爱信有德行的人，有德行哦。啊，这德行不是我白讲的哈。
卖讲世间法啦，就是这出生的大乘菩萨都迄、那个迄、那个德行的为主哈。信有德行的人，第二信迄个人的德行是实在安尼，唔是轻浮，唔是啥呢？唔是高名钓有。第三信这个人真正有能力，会当说大乘法来广度众生。这个是较重要，因为你今天一定照安尼来，安尼来你家己本身才会受影响。所以这个神不是种清清菜菜讲讲的哈，什么人是有德？譬如讲菩萨善地性，也当实在利益众生。哈、哦，那么呢，这个神有实在，就讲这个人去行菩萨道，已经实在，已经真正正牺牲一切为众生努力。但是不是安尼尔，就讲伊个努力努力了有正确无？就讲伊个能力甲才能有正确无？这个叫做信，啊，若是讲知影到这三种的条件都已经有属性啦，你搁再要远离，就是你本身不行，哦，啊，但是你要那信，你讲心情，重要是为着心情，还是讲你唔是欺骗，还是讲迄个人并无欺骗安尼？哦，啊，你今日信哩，特别唔是三分，人家讲一种甜蜜的种信哈，唔是安尼啊，唔是，我都为要爱这个人得到欢。要在这个有德的人得法，倘若我的修法会亲像会袂安尼，迄、那个叫做信，所以这个是心情为主哈。哦，所以这个先十因哈，先十因是安尼，就是啥呢？会当予咱自性清净。哦，啊，这个人有德行的，这个人伊自性有清净有无？啊，佮有真正度他，伊为着要净化众生的这个心有无？所以今日在讲。令自清净，这个有德行的这个信，要信这个人，这个人是不是真正清净？吼、哦，啊，是不是伊个度众生，众生闻法了，伊个教育众生，有哪要叫众生心地清净安尼？还是其他意思？重要是迄个啥呢？咱人要自度，一定要业识清净，安尼才会当自度。啊，所以要教育众生呢，原来众生重要，那断除一切烦恼，卖有这个阿赖耶识一切精进，所以等于无贪、无嗔、甲无痴，安尼来到心地清净啊！哈、哦，重要是安尼哦。所以修行学法哦，注意记念哈，你唔是要妄信啦哈，啊，你学法是为着要解脱，唔是要得什么功德哈。爱注意这点嘛，为着要解脱咯，唔是要做什么功。你若有功德相吼，多亲像迄个啥呢？亲像这个个牛母地问达摩，讲伊安尼度生无量，见世无量，伊偌济功德。所以达摩甲讲，伊无功德，听无？达摩一份就甲牛母地讲，伊无功德，吼、哦。因为达摩甲牛母地讲，迄个就是福德，唔是功德安尼。所以你今日执着叫做福德，啊了解吼，这点一定要分别好好好哦。所以重要是迄个清净哈，重要迄个清净。但是这个三地，就是讲这个初地、二地、三地哈，这三地，这个言信任呢，就是讲初地正信安尼，就是开悟自性，重要是给讲这个。好，因为迄个无性法印就是开悟见道啦，见道开悟，安尼叫这个叫做正信咯。安怎吼？所以三地的名义头前已经有讲过啦吼。那么这里地二啦吼，这个叫做十地菩萨的地嘛。但是地以前来在讲地是什么意思？所以以前来在讲所以的义甲第二零次义嘛吼，零次甲所以，这个所以内容一切法的真如实相吼。拢依在这个所在安尼，一切法的真如实相，就是讲今仔咱学法的人，就是一定爱以将来会当以开悟真如实相为所依哈。所以我有甲诸位讲过，差不多这个嘛讲嘛是大概拢安尼就对了。你讲为实心、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，直直累积到这个思想功德，但是卖执。但为着开悟安尼，你这个暂处修若无修，你无可能开悟。吼、哦，这个叫做啥呢？这个叫所依义。第二零次就讲无分别地，会当持一切法无漏性的功德。
所以你今仔日来当开悟，这个诸法本空，诸法众生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咯。这个叫做无分别地啦，众生同一体性，这个叫做无分别地。那安尼你才会当得到无漏的功德性安尼，功德功。迄、那个无漏功德，直到将来得到实际的解脱，成就无上正等觉安尼，迄、那个是较最究竟的功德。哈、哦，那么进来在讲有一切无漏功德哦，所有一切无漏功德，对啥呢？拢总是依持的这个。真如实相而生长安尼，所以重要是下集先啊，搁甲注意讲一下哈。今日咱无着安怎思想功德的累积，但是你袂使无做，但是卖积，爱做袂使积，但是你安尼较有可能将来哦，将来较会当得到迄个无生法，哈、哦，得到无生法了后呢，较会当成就无上菩提，迄、那个叫做无漏功德，一切无漏功德拢是依持伫遮成长的。所以会当断三种这两句，譬如讲头前遮，头前这个经文内底吼，令断三种，吼、哦、色烦恼八啦吼，这两句哈，吼、哦，啊加行数量，令断三种遮哈。这句三种是什么意思？我来甲做讲一下吼。三种是啥货呢？咱一般众生吼，这个就是贪嗔痴。贪嗔痴为三种哈，哦，这个叫做二种的中间的贪嗔痴啦哈。那么三种另外一个问题吼，第三一回呢，就是迄个病种，啊，加这个苦种啦吼。啊，甲这个啥呢？道种，但是病种、甲苦种、甲道种，这个病种、甲苦种对对的，就对贪嗔痴来。譬如讲，这人那是身躯坎坷吼，未顺，注意点嘛，了解一下哈，坎坷未顺哈，被修道真歹修，应该大家知影哈，了解无？那么这个病，有真侪病咧，人吼那是身体无健康。产生一个叫做道种哈，啊个另外一项就讲苦种，苦种就讲咱来环境无顺安尼，环境无顺，譬如讲有时阵吼生活就未拄好，你要讲叫你搁来修道吼，有个人就讲啊先顾肉肚啦，靠我当顾佛祖哈，安听吼，迄个叫做苦种啦。但是苦种唔是干那生活上未得到均衡咧，有时阵家庭真乱啦，阿阿某未好嘛是苦种。爸仔母仔未好嘛是苦种，吼、哦，苦种就讲家庭未顺真乱，迄、那个拢总叫做苦种。那安尼个人嘛歹修行，所以有病种甲苦种，就产生道种安尼，即有那叫做三种。但是这个三种对对来，就是对贪嗔痴来的啦，因为绝对有贪嗔痴的执着业，靠这后壁断这个三种安尼。哦，这点是个说明安尼哈，咱知影吼。但是这个三种两句，你一定爱，那是你哪会当明白？你爱断哈，你无断未使。伊卡讲连断三种啊，注意贪必定作业嘛，了解吼？贪必定作业，贪绝对有杀道业的这个问题，基本因素是这个，爱足注意哦。哪有贪到安尼？但是贪一个附带着奸。哦、所以贪甲奸两项就讲不该处以处叫做贪啦、啊、那么奸就是讲该舍不舍叫做奸安尼，所以这两项拢袂当得防。但是贪是对了恶鬼，奸是贫苦报安尼。哦，那安尼当然将来修行就真歹修啦、啊、但是嗔就是讲在这个逆境中吼、哦，你怨叹怨天尤人，这个叫做嗔啦、啊。但是亲所作业的最大的苦报是对着地狱，吼、哦，家属生活拢由亲来的嘛，亲人心来。但是这两项的主题是无耻，但是无耻范围佫包括邪见、五见之类，所以这三项它叫做烦恼八啦。所以烦恼就是也叫做无明哈，这个是叫说明安尼。吼、哦。那么进来再讲，咱那是已经有清楚吼，袂使无断啦哈，所以叫做灵断，吼灵断三种，
因为华裔地、二国地、甲法公地吼，这个到这吼，这个二种的中间吼，差不多在这一定有灯，实在灯，但是算迷信俩，迷信，吼，因为这个是建立甲输血的问题吼，到这应该会灯啊，但是这个先灯啥，先灯建立啦。相当激烈，但是这个输血的弥赛吼，参见这个输血弥赛吼，应该得爱到这个成就佛得了，才会当断哈。但是这已经会当证无先法印哦，合解是无理想，也无迄个五见的问题啊。好，因为一顺如来证教，好，已经能证一切法本来无生无灭了。哦，所以今仔就是讲，但是今仔来哦哈，今仔会搁再甲看哈。初地断三界的贪，伊就会当行布施啦。啊，但咱即马来了解啦吼，唔是讲我到初地，我较有法度当布施哈。即马爱做注意这点，唔通我都还未到初地，我万只布施的，那安尼就讲唔对啊哈。哦，我都还未到初地，你叫布施？唔是，你就爱有布施下健贪，你较袂对咯。啊，你才会当广结善缘安尼，才会当修无量福藏出来。你爱注意这点哈，因为一切拢爱靠你本身愿意来经做了后，靠后边的这个修行。吼、哦，爱注意这点啦吼、哦。所以今仔日唔是讲第三宝布施啦，所以我即马甲注意讲一下吼，伫咱厝边隔壁也是社会事吼。啊，不平的中间，你咪当用力布施，但布施你会积极回向，功德回向迄个受施的人安尼，哦安尼就好啊，较袂白日来结一个啥，搁再以回报予你的迄个因果伫咧，哦，唔是袂使做，会使做，但是爱样回向。厝边隔壁若有甚物款的人吼，都有甚物生活上的困境，你有那袂使讲目睭客一类安尼，有那袂使做，讲有烦恼无烦哈，安尼有那不对哈。哦，爱做，但是一定爱向回向。啊，我做在功德，我哎，为什么人做这功德？我在所修的功德，搁再回向给伊，给伊会当含三不结缘。哦，安尼搁再甲回向，伊就会当未来，就会当顺缘。啊，搁未含你结一个，敢想讲回报给你的这个个问题之类哈。但是欢喜地菩萨修布施道哈，这个重要，伊正无生法，因为伊会当变现伫一百个大千世界啊。但二百个大千世界，伊主点是啥？修这个法事多较济，法事多较为什么呢？因为众生对了吼是无明嘛，啊无明就是不明理，所以这个初地菩萨的法事多，就是这个叫为佛法，说佛法来讲度众生安尼，让众生会当破无明心安尼，吼、哦。所以这个就是修布施道，是去讲安尼哈。众生想哪开对了，啊众生想哪开受苦，就是因为无明造业嘛。啊，所以就直直讲，讲到这个佛法，让众生听安尼。哈、哦，那么第二这个断三界亲，哦，所以这个教讲哦，伊就是三分的修这个慈悲。但是三界伊所以这个按照到这个楞严经哈。哦楞严经以欢喜地是修布施为主啦哈，啊二地是修持戒为主，所以远离一切过恶为主安尼，绝对袂搁再袂使搁做着业啊，连美色的歹念都唔敢生出来啊。啊了解这点哈，所以呢，伊确确实实会当断掉诸恶所念的这个问题。哦，这就是二地叫做二果的果，就是污染。伊绝对袂搁再逆念着，吼、哦，这是水平安尼哦。所以伫这个持戒中，伊一定爱修三诸菩萨三诸戒啦。第一，伊一定诸恶莫作，但咱凡夫会做着啊。你讲叫你卖做，你心控制袂掉，吼、哦。比如讲今仔日有一个习气伫了，你讲卖骂人，你过去拢骂了惯习啊。你讲卖骂人哦，反正你嘛错伫心内，嘛不得靠啦。唔敢甲错出来，都错伫心内啊！哦，所以凡夫是未当讲达到诸恶莫作，但是到这个二地吼、哦，已经会当达到业如二界中的诸恶莫作。佮再讲呢，业善法界中也会当确确实实彰显方向。吼、哦，
啊，第三就绕由幽静界中间移动离落一切众生安。这个就是二地二果地，伊会当彻底造成这个修行菩萨的三主界安尼。这个叫做啥？以持戒为主，哦。但这个戒的基准啊，不是干那讲诸恶莫作了，一定爱去众生奉行。听吼，这句话是较对哈。就是讲最究竟讲一定要利益一切众生，迄个为戒啦哈。哦，那么这个第三。三地甲断三界，这个七啦哈，二祖大光明，这句大光明是啥物事？叫大智慧光安呢？大智慧的光。那么这三地哈，这个三地那是按照这个楞严经内底伊所讲的哈，叫做发光地嘛。发光地就讲智慧光无量，知影哈？二地是二果地，但是三地是发光地，哈。所以这个三地中间的修，这个忍辱波罗蜜啦，安尼这个是说明安尼。但是色烦恼八，这个就是头前有讲过，这前六色是以五根五尘所起的烦恼。安怎叫做五根五尘？因为咱人有五根，啊五根呢，譬如讲这个眼根哦，看到色尘会起迷惑，安尼会起乱心，这个叫做烦恼。咱人的耳啊、耳根会听到声尘。啊，就起无明，就你想看嘛下边。譬如讲欢喜的音乐，你就注意听，爱听。但是迄个气逆的，人甲你说话，甲你念者，你就无欢喜安尼。迄个由逆境来作业。哦，所以下个阵啊，欢喜的你要看也无对啦。啊，你讲今仔日逆境欢喜的，讲啊，就这个音乐真适合我听，我要甲听也无对哦。所以这个老子有讲安尼啦吼，讲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聋，安尼，知无？这个五色就是去讲咱人这个物质在啦，这个头前去讲的这个五色哈，咱所看到这物件，啊，讲五音第三就是，咱即马去讲是七音啦，罗列咪话说，确实是去讲五音，就是姜香甲丁有，对咱即马平音这个五音安尼。因为甲你听甲真好了，你听着会强强要掠讲起来。注意即马有一挂人讲的吼，啊甲唱的歌拢互一挂青年拢要掠讲。啊，不过这拢短命，迄个鸟王那短命嘛吼。迄个鸟王一个唱歌甲跳咧，家己自打咧到底吼。你敢不知所有青年拢对安尼切安尼跳安尼切安尼跳，拢强要掠讲。哦，啊，甲迄个啥物人？最近迄、那个，啊，我先说袂记，迄、那个啥物人？较大声一点，啊？好、哦，迄、那个杰克逊吼，你甲看伊一个来到台北迄、那个在落飞机啦，你讲一挂海消音啦吼，咻咻叫啊，对吼、哦？迄、那个麦克杰克逊吧，哈，迄个我是英文我读袂顺啦，哈。你甲看过迄种乜嘢讲？注意，我你讲啊，甲迄个英国迄个树皮头啊，对吼。所以这个音合音音个做派吼，迄、那个强强啥呢？强强要让众生起笑开。所以唔敢去讲五音令人耳聋，一个人若愿意不时接受到这个个音声吼，什么代志都听袂落。爱做主持人，但是呢，唔是干那青年啦，有一挂中年人吼，有那真心神是鬼个嘛，所以鸟王早死啊，听无？树皮头嘛乱去啊嘛，死过来去啊嘛，所以迄个就是个腐化民心的问题啦。即嘛应该即个吼，身体嘛无健康啊啦，咱去讲即个啊，吼、哦，迄个身体哪无健康啊？所以主管你讲啊，即个实在是互人掠讲的一挂。一挂在歹命，迄歹命啦吼，可以讲会使讲歹命啊，即拢无当命。安怎样吼？所以即马来哈，即马各家注意一下哈。即、这个前六色以五根甲五尘所起的烦恼，就迷惑吼。眼力必实心，开来执着色声香味触安尼吼。
那么这个要甲会当断啦，教家讲是讲三地拢讲三地啦吼，初地、二地、三地拢会当断除。但是除了断除以外呢吼，因个会当行四律法。四律法就是包括布施、爱义、礼行、动事安尼。这个布施就讲，因为这个菩萨吼，自从身躯布施哦众生，这个叫做布施。身躯哦，会去真下。生命财拢总布施予众生，因为伊知影众生同一体性，菩萨已经证一切法无生嘛吼，众生皆有如来地位即相，所以众生的心就是伊的身躯，所以从伊的身躯拢布施予众生。第二就是啥呢？因为伊已经断掉了这个贪嗔痴，心已经断了，所以为众生的开始拢有一个爱意伫咧，循循善诱爱意，听吼。一定要这样，因为你如果不这样会和众生绝缘，真的不可以，因为众生不堪这，不堪这什么呢？不堪这说你把口气饮料不解好，真的。所以你一定在这个度众生的这个语言上，一定要加上有这种诚恳诚恳的这个心来对待这众生，所以说出来话都很好听这样、哦、那么第三就是理性，就说你所做的工作甲众生所做的工作哦，一定互伊会当得到实力安尼。绝对袂使甲众生乌白教，教解到底是去成就啥？吼、哦，伊到底你教无对咧？有诶一寡未接啦、有漏诶，即代志啊，功德上啦。那么即个就袂当算利行啊哈，因为即个是有包括着即个自度度他诶实质。那么第四叫做动事，动事讲你本身甲众生安尼做，你本身哪会安尼做？不是说你今天说啊，众生爱修改，你自己本身对改也无改注重，安尼袂使只，吼、哦，这个是说明安尼哈。所以来底较讲初三，那么初地所行的就是修布施、爱义、利行、动事。那么修四无量心，就是诸无量、彼无量，吼、哦，诸彼无量啦，这头前是计讲安尼哈。这绝对不是讲啊，我都做外些就好，不是安。因为你到将来要成就无上正定正觉，所以你慈悲、慈爱、无量慈，就讲啥呢？众生得到快乐。那么这个悲就是度众，把众生苦。吼、哦，迄种爱无尽呐、啊，无尽无量。第三呢，第三回呢，迄个欢喜心无量。因为众生离苦得乐，迄个欢喜心，啊，甲你本身合法。度众生的迄个欢喜心安尼，爱无量，吼、哦。那么第四就讲啥呢？你一切所得的实际，你卖执着真相，迄、那个叫做下无量。但是心静的迄个灵下的心，无那下静啦，安尼即个叫做下无量，吼、哦。安尼即个就是啥货呢？即、這个伊家讲的这条，就是等于二地的菩萨安尼，吼、哦。这个就是慈悲无量心，这个是二地所行安尼，吼、哦、啊下面还佫一个四方誓愿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就三地开始啊，吼、哦，其实真来这是说明安尼，好，下一礼拜还佫说明，弥勒尊号，哈、哦，好。